听故事学中文，听得越多，学得越好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故事解读。解读故事，休息和工作，你要哪一个？休息和工作，你要哪一个？哎，休息和工作，你选哪一个？呃，uh, 休息。嗯，um, 你呢？休息和工作，你要哪一个？我觉得呀，啊、呃，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工作的人。 嗯，uh, 所以我可能会选择工作啊。星期六也要工作吗？对。然后星期日也要工作吗？差不多。星期一、星期二、星期三、星期四、星期五都工作，就是会每天睡得很晚啊，会熬夜嘛。啊，就像你每天有的时候会录 podcast 一样，对吧？嗯，对，像我们今天现在是晚上十点半，我们还在录节目。 因为今天已经是星期二了，然后我们星期四之前必须要把节目做出来，然后需要找人去做，嗯、呃，转写，语音转写。对，所以现在我们是选择了工作，对不对？没错。嗯，哎，那你现在这份工作啊、呃，强度压力大吗？就是你有很多时间休息吗？我现在这份工作现在还好吧？我觉得。 呃，跟刚刚工作开始，呃，开始的时候比现在轻松了很多。嗯嗯，嗯因为你有经验了，对吧？对，因为我熟悉了嘛。嗯，就是你的一起工作的人，同事也熟悉了，然后你工作的内容也熟悉了，没错。嗯，嗯但是我记得我刚刚来我们公司工作的时候啊、哦，我每个星期六都得加班、哎。嗯。 嗯，这让我想起了，就是我第一份人生当中第一份工作，在哪里？那个时候在北京啊，uh, 就是啊、呃，研究生还没有毕业，就是研究生的最后一年，我就找到了一份工作，很厉害哦。嗯、呃，很厉害，<laughs> 因为我很喜欢学习嘛，所以我就很很早很早找到了工作。嗯，但是很辛苦，因为每天啊、呃，从学校。 到我工作的地方，我要先坐公交车，再坐地铁，然后再坐学校的校车，wow, 就是我单程大概需要两个小时的时间。也就是说，你每天早晨五点半起床？对，五点半起床，然后七点半到到你工作的地方，没有八点，差不多八点才到学校。哇哦，我的天啊！对呀、啊，很辛苦，非常辛苦。然后下班的时候，就好像是四点还是三点半下班吧，嗯、然后还要花两个小时的时间回到学校。 每天就是花在路上的时间就四个小时，你、嗯、知道吗？这让我想起来，其实在中国很多的大城市的年轻人的生活都是这样子的，嗯、对，是吧？他们，嗯，最近不是，嗯，大家大家都在说九九六嘛？什么是九九六啊？九九六就是你每天从早晨九点上班到晚上九点下班，就是九九嘛？十二个小时的工作时间，对，每天十二个小时。 那个六的六的意思就是说，从星期一工作到星期六，所以叫九九六。嗯，嗯这个听起来很辛苦，非常辛苦。我第一次听九九六，我还以为是九九九感冒冲剂呢。<laughs> 一种药的名字。<laughs> 对对，但是嗯，但最近这个新闻、嗯、有很多人关注了。嗯，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的生活都是九九六这样一种方式吗？ 没错，就是我认识的很多朋友啊，嗯，特别是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，嗯，就是因为你知道你的经验也不是特别丰富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呢，嗯，所以你需要那份工作，嗯，但是呢，你需要积攒你的工作经验。对、啊，同时经济上你需要钱去交你的房租，你需要钱去买吃的，嗯，是吧？你需要钱出去和朋友玩，对对对嗯。 嗯，但同时呢，你如果要那份工作的话，很多公司星期六都得加班的，星期六都需要工作。嗯嗯，嗯所以年轻人也是没有办法。对，嗯嗯、我不知道，反正中国是这样的。嗯嗯嗯、呃，其实跟我十年前第一份工作差不多。那个时候我接受这份工作是，是因为我是老师嘛，嗯、所以我是特别特别想有做老师的经验。 然后呢，特别好的学校当然不会要我，因为我没有经验，所以我就去了那个还不错的学校。但是他们给我的薪水特别差，而且工作强度很高。但是我还是很高兴接受了，因为我说哇、哦，我没有工作经验，他们要我那不是很好吗？没错，没错，嗯，有的时候你就是如果你想要经验的话，可能你就要牺牲自己的时间，是吧？对，嗯，嗯但是很多人会把第一份工作当做一个跳板。没错。 因为如果你把第一份工作做好了，嗯、那么你下一份工作就可能就好找了，更好找一点，<对>而且待遇各方面都会好一些了。对，嗯、但是我记得当时工作的同事就是很多都离开了那所学校，因为他们都找到了下家，然后找到下一个更好的地方。对对，就是薪水更好啊，待遇更好啊，同事什么都都更好。 那太好了。嗯，那好，那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故事呢，就是说，嗯，呃，这个话题的，有这样的一个年轻人，没错，他就是九九六的生活方式，对吗？这个年轻人他叫什么名字？吴梦颖。吴梦颖，他今年多大了？二十九岁。二十九岁的吴梦颖，好，那我们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故事吧。嗯，好的。每天被。 闹钟震醒的时候，在路上挤公交的时候，脑子里会闪现出一百遍辞职的念头。所以，他每天起床是怎么起来的？被闹钟震醒。哎呀，我最讨厌我的闹钟了！我上班的时候，每天早上，我只要一听到那个声音，我就头痛。 你的闹钟如果是星期一的话，你的闹钟是几点？星期一到星期五一般都是七点吧，还算比较晚的。嗯、你知道我的闹钟是几点的吗？几点啊？我的闹钟有七点的、七点零三的、七点零五的、<laughs> 七点一十的、<laughs> 七点一十五。对对对对，啊、因为你就是每次闹钟响了之后，你要先按一下停，<对>然后它后来再响一次。你想再睡一会儿，然后又响，<对>哒哒然后。 摁一下，对，然后你再睡一会儿，然后<对>然后你又摁一下，<对>再睡一会儿。我一听到我闹钟的声音，<laughs> 我就全身发抖。所以他每天都不太喜欢起床，每天都是不情愿起来被闹钟震醒。对，那他每天怎么去工作呢？他是开车吗？还是走挤公交啊？坐公交车？哦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尚明说在路上挤公交。哦，挤公交就是挤公交车。 对，就是公交车上人很多嘛，那你就不说坐公交了。坐公交是说可能说还有个地方有个位置，挤公交就是说公交车上满满的很挤都是人啊、哦。所以如果说呃地铁上人很多，你怎么说？挤地铁哦，挤公交、挤地铁都可以。挤火车哦，挤火车，很多时候人非常非常多，嗯、对不对？对，嗯，所以他每天被闹钟。 正醒的时候，然后在路上挤公交的时候，他会他会想什么？他会想不好的事情，因为这些都不是大家喜欢的事情哦。因为你不得不起床，不得不哎挤公交。你知道挤公交的时候，有的人会踩你的鞋子啊，有的人会碰你一下。很热。对啊，然后有的男的很恶心，然后会故意摸你一下，性骚扰，很恶心。对，对嗯、就是在这种上海、北京、广州，甚至很多。 呃，省会城市啊，都会有这种生活情况，是每天的生活场景。没错，没错，嗯，所以他他脑子里会闪现出一百遍辞职的念头。我不要做了，我讨厌我现在的生活，我不想工作了，我要辞职，我要炒了我的老板。<laughs> 我跟我的老板说，我不想干了，拜拜。所以辞职什么意思？辞职就是告诉他的老板说，我不做了，再见。 我走人了，哦、他每他会在他的脑子里面，他会想一次吗？还是想很多次？很多很多次，脑子里会闪现出一百遍辞职的念头。会闪现出一百遍辞职的什么念头？闪现出一百遍辞职的念头。念头什么意思？念头就是想法。哦，所以如果说闪现出什么什么念头。 就是有一个想法的意思，对，有一个想法啊。二十九岁的吴梦颖这样形容自己上班时的心情。二十九岁的吴梦颖这样说，这样表达自己上班时的心情。哦，uh, 所以形容的意思就是说，说一个东西，告诉别人，描述一个东西。 对，是吧？嗯，哦，是这个样子的。告诉别人自己上班时的心情。他他是怎么形容自己上班时的心情的？他告诉别人说，每天被闹钟震醒的时候，在路上挤公交的时候，我脑子里啊会闪现出一百遍辞职的念头。哦，所以他每天上班的时候心情都很不好。对，心情非常不好，很焦虑，很不安。 然后想不干了哦，那他吴梦颖这个人是什么时候开始他这份工作的？四年前，四年前他进入北京的一家私企做财务工作。哦，四年前他进入北京的一家什么做财务工作？私企，他进入北京的一家私企做财务工作。所以私企是。 什么意思啊？私就是私人自己企，就是企业公司，就是啊、呃、个人的公司。私人的企业，对。哦、比如说什么样的企业是私人企业呢？如果一个企业它不是国家拥有的，而是个人私人拥有的，他老板不是国家的话，那这就是一个私企了。 那在中国有名的私企有什么呢？中国有很多有名的私人企业，比如说，啊、呃，华为算不算？他自己说他是，他不是很国家所有的，国家所有的。嗯、还有什么？像海尔，海尔对，嗯、美的这些电器的股企业算吗？算是吧，因为他们是上市公司，他们都有股东啊。 而且他们的老板不是国家，嗯，这都是私企吧？嗯嗯，所以四年前他进入北京的一家私企做什么工作？财务，做财务工作。哦，财务工作就是和钱有关的啊，就是管公司啊，这个月挣了多少钱，花了多少钱，是吧？嗯。第一次面试时就被老板告知。 公司规定每周工作六天，所有部门周六都要在岗。所以第一次面试这份工作的时候，老板告诉吴梦颖什么？老板说：“我们公司每周工作六天，星期一、星期二、星期三、星期四、星期五、星期六都要工作。”嗯，所以这是公司的规定。规定,规定就是公司。 告诉他的工人，我们要你们做什么？没错，一定要这样做。嗯、对。那你现在工作的地方有什么规定？你觉得是不太不太合理的？你不喜欢的规定？比如说，我现在工作的公司，呃，说你星期一到星期五，呃，星期一到星期四不可以穿牛仔裤。呵呵呵嗯嗯,嗯，呃。 我现在工作的这个学校，我不喜欢的地方是每天啊、呃，每天放学的时间太晚，因为我们学校规定每天四点半老师才能离开学校。那我知道很多学校其实老师三点半就下班了，所以我不喜欢学校的这个规定。那有什么规定是你喜欢的呢？嗯、呃，有一个规定我挺喜欢的，就是去年开始学校规定学生。 来到学校以后，不可以把手机拿出来。耶，<Yeah. S 1> 对，因为有一年就是学校没有这个规定嘛，然后学生就上课的时候常常在我不注意看的时候就把手机拿出来了。啊，oh, 所以对于老师来说，啊，老师学生上课不玩手机，嗯，会好很多。对啊，就是老师会轻松很多嘛。没错，嗯,嗯。所以这个规定挺好的。那你们公司有什么规定是你喜欢的吗？ 哦，我们公司啊，我们公司规定不可以加班，每天下班了必须要回家。哦，哇哦，<laughs> 你可以介绍介绍我去你们那儿工作吗？<laughs> 好啊，好啊，嗯，听起来挺容易的。嗯，对，因为我比较比较笨一点嘛，就做一些容易的事情不会，你就是公司的老板吧？<laughs> 啊，听故事学中文，听得越多，学得越好。所以啊、呃，吴梦颖。 第一次面试的时候就被老板告知，老板就告知他，告诉他，嗯，我们公司规定每个星期工作六天，是所有的部门周六都要在岗吗？对，所有部门周六都要在岗，在岗就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要去上班，哦、要在那儿，人不可以在家里面，你们要在公司。一般，嗯、呃，公司有哪些部门呢？ 公司有哪些部门啊？要看什么公司吧。财务部门啊，财务部门哦，人事部门，人事部门就是负责呃招新人的是吧？负责有有 HR 的训培训的这种，没错。还有财务部门、人事部门，还有什么部门啊？嗯，公关部门、市场部对市场部门就负责啊、呃、卖东西的是吧？销售的对,对对对，啊、哦，还有什么公关部门？ 就负责这个搞关系的是吧？和外面的人建立关系的。对，嗯，呃，但是如果不能接受，免谈。就是如果你觉得一个星期不可以工作六天，一个星期不可以六天在岗，那就不要来我们这儿工作，就免谈。就咱们就别说了，我们就别你就回回家去吧。你就找从哪儿来的，回哪儿去？找别的工作去吧。对，就免谈，就咱们就不要说了，就是免谈的意思。 对，我觉得好像在，嗯、我不知道是不是在所有国家都这样啊。反正在中国，我觉得很多时候好像企业，嗯、呃，企业哦，企业对，企业他的权利更大，然后一个小小的员工，嗯、你没有什么说话的这种这种，没有什么权利，吧，权利对，嗯，对，嗯，老板说这样，你就说哦，好吧，嗯，对，嗯。 让我想起了我本科毕业的时候，你知道我本科是在师范大学，就是培训老师的这种大学嘛。然后我们就是大三的时候开始找工作，然后就有很多学校在面试老师的时候，然后就直接说，只招我们学校只招男老师。 女学生免谈，<laughs> 你知道多气人吗？对，在中国，我觉得有很多这样对性别的歧视。嗯，对性别的歧视比。比如说对年龄的歧视，对，是吧？比如说你会发现，大学毕业生去找工作，<对>然后有的公公司会说，哦，我们只招男生，哦，我们只招女生，嗯，或者说，哦，我们只招什么二十四岁以下的，对，什么只招九八五。嗯 学校的学生，嗯，所以有很多这样的歧视了。不是九八五学校的免谈，对，不是二十四岁以下的免谈，对，而且还说什么什么五官端正是吧？<laughs> 啊、长长得好看就这个样子，对啊,对啊，因为对，<laughs> <laughs> 人要靠脸吃饭。 嗯，我记得就是我以前在啊、呃、读大学的时候，我做的简历上面都要放一张照片。没错没错，在对，在中国的时候，<laughs> 你的简历上要放一张照片。对，嗯，而且我大学同学很多，就是为了找工作，就故意去拍照片，然后穿着很漂亮的西装啊，然后女学生啊，然后化化妆啊，然后就特别得体的，然后照一张个人写真照放到简历后面。嗯、对，而且在中国照照片的时候。嗯 呃，照照片的人会会给你修改是吧？把你弄得很好看，对，就 PS 很多，就把你脸上的什么黑点儿啊，还有什么皱纹啊，就就全抹抹掉了。对，都年轻了十岁，就看起来就不像你自己了吧？没错，嗯，好，所以他四年前就到北京的一家私企做财务工作，然后他面试的时候时候呢，老板说我们公司的规定是每周工作六天。 如果你不能工作六天的话，你就不要来我这儿工作了。对，哎呀，那他怎么办呢？你觉得这个规定合理不合理？我觉得，作为作别说了，当然不合理啊！啊，啊不合理，不合理，不合理！对呀、啊，嗯、这美好的周六、周日双休日去哪儿了？对呀、啊，嗯，非常的不好，非常的不合理。对，我觉得中国好像对劳工的保护就是很差了。嗯，那最近马云还说呢。 好像被别人给抨击了一下，抨击了一下，为什么？马云说：“哎，九九六，哦，是福报。他就是说啊、哎，如果你能够在阿里巴巴这样的公司工作的话，哦、哪怕是有九九六，对你应该感觉很幸运，因为你在阿里巴巴工作。”哼嗯嗯，我觉得马云说这样的话其实蛮可惜的，他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？嗯，看不起他。 嗯，可是也可以理解他，因为阿里巴巴是他的公司嘛，所以他觉得是一种骄傲。我不知道阿里巴巴也不是他的公司啊，是所有股东的呀。他只是,只是他建立起来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觉得像阿里巴巴这么大的公司，他应该应该是有更多的保护劳工的这种意识，嗯、因为你想，如果阿里巴巴都这样的话，那别的公司肯定更会九九六了。 就是相互效仿，对吧？对，更不会，他没有没有做一个好的榜样。嗯嗯嗯，像阿里巴巴这样的大的企业，它是行业里面的领头羊、领军人物，所以它其实应该给下面的私企、小企业树立一个好的榜样。没错，保护他的工人，让他们有休息的权利。你是这个意思？对对对对。嗯嗯，嗯哎呀，可是人在挣钱的时候，钱挣多了，就自然就想赚更多的钱。<laughs> 有的时候可能会忽略他的老公的感受吧。马云他能挣很多钱，但是他的他的工人、他的员工每个月就那么点儿钱啊！啊，他不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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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 <laughs> <唉>，哎，你可以试着去阿里巴巴找找工作，然后有一天做到高层，然后可以改变他们的这个劳工保护政策。呃，我更喜欢给大家讲故事。 听故事学中文，听得越多，<laughs> 学的越好。哎，那你好好保护我，因为你是我的老板，啊、<laughs> 不要让我星期六工作，好不好？<laughs> 你是我的老板。喂，你已经让我加班了，现在都晚上十一点了，我们还在说。<laughs> 好，我们赶快一点啊！<laughs> 虽然不合理，但当时又不是名校毕业，又没有足够财务经验的吴梦影，还是接受了这个霸王条款。 当时不是名校毕业，又没有足够财务经验的吴梦颖，还是接受了什么？霸王条款。霸王条款，哎、就是你不能说不，哦、你必须得说好哦，否则就免谈、嗯，否则就没有工作了，就是非常不合理的规定，嗯、可以说是霸王条款。嗯、没错，如果你觉得不喜欢，那你走吧。 对啊、无所谓，对外面有很多人等着呢。嗯嗯嗯,嗯啊，你来我们公司工作可以，但是我一个月只能给你两百块钱，要不要？不要。那不要你也找不到别的工作。不要就走人。对哦，oh, 所以你这个意思。所以你你想哦，那我还是来吧，因为我也找不到别的工作。嗯嗯嗯,嗯。那当时不是名校毕业，这个名校是说？有名的学校。 有名的学校，比如说，在中国的名校，大家会想起北京大学、北大、清华，对，清华大学，什么复旦？复旦大学在上海，嗯,嗯还有呢？呃，同济，同济在<吗>在上海吧？嗯，对，什么中山大学？中山大学，我的母校，在广州、嗯，也是有名的学校、嗯。还有北京师范大学，<laughs> 也算是名校，对。嗯 当时不是名校毕业，又没有足够财务经验的吴梦颖，还是接受了这个霸王条款。所以他说不，还是说好？他说他和老板说了好，我会来工作，好，我会做九九六，好，我会接受这个不合理的规定。对，嗯。可是为为什么呢？ 他为什么要接受这个霸王条款呢？我觉得很多刚毕业的学生，其实他不在意有没有星期六，他想最想得到的就是有一份工作可以接纳他的公司，然后可以给他钱，让他有工作经验，让他开始。这是就是刚毕业的学生最在乎的，因为你知道年轻的时候啊，就是多工作一天，其实也感觉不到什么，就。 身体特别好，你知道吗？<laughs> 就让我想起我年轻的时候，就我哪怕是周六周日都在, <laughs> 都在备课，都在工作，我也不觉得累，嗯、真的。<是>而且我很开心我。我觉得我不会，我觉得我还是想需要一个周末的。但是你刚才说的对呢，嗯、呃，因为你看他是怎么想的。对于已经找了小半年工作的他来说，有份能养活自己的工作。 要比过周末来的更迫切，所以他在这份工作之前，他已经找了多长时间的工作了？他找了快半年了，找了小半年，小半年，小半年是几个月？小半年，半年就是六个月嘛，那、啊、小半年就是快六个月了，还没有六个月，对，就小半年儿，可能是找了四个月、五个月了。对了。 他一直在找工作，嗯、但是没有找到工作。嗯，小半年。嗯，所以如果说你小半年都没有工作的话，那你会有很有压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因为每个月要交房租啊，然后你还得房租很贵诶还得吃饭、穿衣、坐车。对，而且女孩子又想买几件漂亮的衣服穿一穿嘛。嗯，对。我记得我当时在北京工作，一一个月赚五千六百块钱，我现在都记得。 就一个月六千块钱，oh. 然后他扣税嘛，四百块钱，然后我每个月到账的钱是五千六，那个是二零一零年，哇，<Wow. S 1> 然后当时我的房租是一千五，然后呢，这就就剩四千块钱了，对吧？嗯，mm. 然后那个衣服特别贵，一件衣服，一件衣服就是普通的衬衫什么的就五百块钱，<800. S 1> 然后裙子什么的也五六百，oh、<yeah. S 1> 你想想，你再买买点儿，买个菜。 对，是吧？去和朋友出去吃个饭，嗯、再看个电影，那就没了。然后再买两件衣服、三件衣服，就真的没钱。你怎么不找个男朋友啊？这不找到你了吗？啊！花了小半年的时间找到了你。哦，uh, 那你得接受我的霸王条款。<laughs> 你有什么霸王条款啊？要晚上十一点那个做听故事学中文的节目，不做就就免谈，免谈。 嗯，所以对于已经找了小半年工作的他来说，什么更重要？他更需要什么？他需要一个工作。嗯，需要什么样的工作？一个，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工作。能养活自己。对，就是你，你，你有工作，才有钱，才能买东西吃，你才能活，不会死。嗯，所以能把自己养活、嗯，有吃的，有住的地方。嗯、对，嗯，因为当学生的时候，你的父母可以养活你。 每个月给你打点钱，<错>微信转点钱。可是你毕业了之后就不太好意思了。对，嗯，哎，说到这个，就是你毕业之后还管你爸妈要过钱吗？我毕业之后没要过钱了呀。我真的，我对啊，我读书从来没要过。我读书的时候就就就有的时候不用要钱了。哦，嗯、我有第一份工作的时候，因为我当时跟你说我存不下钱嘛，嗯、所以啊、呃，我还管我爸要了，好像有两次钱。 嗯、你怎么个？当时特别不好意思。怎么找你爸要的？哎呀，我就说，爸，我最近没钱了，你能给我打点钱吗？哦 <laughs>。然后我记得我印象很清楚，就是我刚工作的第三个月吧，就是因为交房租嘛，然后要有押金，知道吗？哦，对对对,对。就是就是找房子，然后之前你好像要先交两个月的押金，还是一个月的押金？ 就是那我就没钱了，你知道吗？没错。哎，爸给我打点钱吧，嗯、我爸给我打了四千块钱，真好。嗯，好。对于已经找了小半年工作的他来说，有份能养活自己的工作，要比过周末来的更什么？迫切。 迫切就是我更需要这个，更重要是吧？对了，我现在就需要哦，就是说就叫迫切哦，我马上就要所，所以很迫切。对我现在迫切的、嗯、要吃一碗泡面，我现在迫切的想饿了，想去睡觉。唉，我现在迫切的想有一份每个月能给我很多钱的工作。<laughs> 听故事学中文，听得越多，学的越好。养活自己，嗯、养活我的孩子。<laughs> 好，所以所以说他会觉得一份工作比有一个周末会更重要，对不对？对他会觉得周末还好吧，但是我需要钱，我需要交我的房租，<对>我需要钱买衣服，我需要钱买吃的。对，如果如果你没有没有这些钱买吃的的话，你有周末又有什么用呢？ 而且你知道过周末最不好的地方是什么吗？是什么？因为一过周末你就要出去逛街啊，一逛街就要花钱啊。<laughs> 因为你和你朋友出去逛街，人家买东西你不买，那觉得特别寒酸诶、哎，觉得特别没面子，你知道吗？<laughs> 没错，没错，对，就是比较社交上会比较习惯有压力，嗯、有压力。嗯、对，除非你躲在自己的房间里面不出去，嗯，那不是很无聊吗？<laughs> 从那时起。 他就过上了单休的生活，所以从接受了这个公司不合理的规定，从接受了这个公司的霸王条款，那个时候开始，他就过上了什么样的生活？单休，他就过上了单休的生活。单就是一个一个休，就是、嗯、休息，就是一个休息日的生活。哦，本来是每个星每个星期有。 星期六和星期日两天休息，对不对？本来是双休，对，是双休。两<天>嗯、现在是单休，单休所以他没有没有星期六了。嗯，举个例子，比如说一个人睡的床叫单人床，两个人睡的叫双人床。人床、嗯、那三个人睡的床呢？大床，<laughs> <laughs> 特大床。<laughs> <laughs> 那小孩睡的床呢？儿童床啊。哦叫不叫小床吗？ 哦，小床，小孩儿床。哦，你一个人骑的自行车叫什么？单人自行车。单车。哦，单车。对这，这是台湾的说法吧？台湾对会说，香港会说吗？嗯、然后，呃，陈奕迅有一首歌，大家可以听，叫《单车》。哦，他是香港人，<错>他们也说单车。嗯、单车，嗯。哦，但是在现在，在国内很多大城市都有什么？ 共享单车是吧？对，共享单车。其实，在我们在现在，我们也在说单车这个说法是吧？没错，语言的变化。嗯。嗯从那时起，他就过上了单休的生活。嗯、呃，那如果一个人他周六不用工作，那这些人会做什么？那女孩子每个周六，当别的女孩子挽着男朋友逛街时。 就别的女孩子会和男朋友一起逛街嘛？因为她不用星期六工作。对呀、啊，所以甜甜蜜蜜，非常快乐，挽着男朋友的胳膊去逛街，牵着男朋友的手是吧？嗯，还是挽着胳膊比较幸福。天热的时候就不 <laughs> 不幸福了。不管天冷天热都幸福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没错没错没错。因为有安全感嘛。对。当别的女孩子挽着，<laughs> 就是用手拉着啊。嗯。嗯 挽着男朋友逛街时，吴梦颖做什么？她要对着电脑做账，以及完成领导交代的各项繁杂工作。她要对着电脑做什么？做作业？做账？哦，oh. 就是因为她是做财务的嘛。嗯，对。那么做账呢，就是看啊，这公司这个月花了多少钱？嗯，然后挣了多少钱？嗯。 等等等等，嗯，这个叫账是吗？对，因为是财务，你要保持这些记录嘛。嗯，就一张纸上面是，呃，五月一号，呃，花了多少钱？五月二号，呃，进了多少钱？对，这个叫而且是账单是吧？没错，而且是这个钱用来做什么事情了、啊嗯？嗯嗯，好，呃，他除了做账，还要做什么？他还要做领导告诉他的每一项。 每一份繁杂工作，繁杂，繁杂听起来就很复杂，听起来就很烦，<laughs> 就很多，很多，而且不好做，而且很很麻烦，很难,很难做，对，很复杂的工作，对，繁就是繁多多的意思，杂就是复杂，不好做，又多又不好做。那个领导真是不是一个好领导，嗯嗯，我、嗯、给他很多工作，嗯，不是一个好老板。 哦、所以领导就是老板的意思，对不对？对，领导就是老板。哦、嗯，那交代完成领导交代的各项繁杂工作，交代什么意思？嗯、交代就是告诉的意思，哦、但是常常是领导交代、老板交代、你爸妈交代、你爷爷奶奶交代，就是那些比你重要的人告诉你的叫交代。哦、比如说老师交代、校长交代，你不能说，你可以说。 我爸我妈交代我了，呃，做完作业就要睡觉。但你不能说我交代我爸我妈 <laughs> <laughs> 出去给我什么买个什么东西回来啊、哦？就是重要的人对别的人说的事情。嗯、对了，嗯,嗯，他要对着电脑做账，以及完成领导交代的各项繁杂工作，以及就是和对不对？对了，就是和的意思、嗯。他要对着电脑做账。嗯嗯 嗯，和，就是、还要对完成领导交代的各项繁杂工作。嗯<对>嗯，只不过这个和不可以放在一个啊、呃、句子的后面。没错，嗯、但是以及可以。对，很多很多说英文的人，他会说啊，今天我去了商店和我吃了冰激凌、嗯。嗯嗯嗯，但是那是不对的啊。嗯，嗯对。好，单休。单休 就等于没有周末，所以只有一天的休息时间，就差不多就是说你没有周末。为什么没有周末？因为周日的时间你要用来处理一些生活琐事啊。什么样的生活琐事？比如说去交个电费、洗衣服、对，去买个菜、打扫卫生，对，呃，还有什么？ 就是这些你，你总是要做的事情，对，每个星期都要做的事情，对对对、嗯、对，洗衣服啊，买菜呀、啊，就这些事情，对，这叫琐事，嗯，嗯生活琐事，对对，对所以他是觉得单休就等于没有周末，真的，嗯、对，没错啊，因为周末的时间大多数用来处理一些生活琐事，嗯，然后为什么，为什么下面发生什么事情？ 所以周日你用来处理生活琐事，明第二天就是周一了嘛？对。那紧接着就是周日的第二天，马上，马上就是周一了，紧接着就是新一周的循环。 啊、哦，循环就是哦，又是从星期一到星期六，对不对？对了，就周一回去工作，嗯、然后加班加到周六，然后周日处理生活琐事，然后又是周一又工作，然后又是周六又加班，然后又是周日又要处理生活琐事，就是一直不停的都是哦，从星期一到星期六，然后星期日，呃，处理琐事，然后又是星期一到星期六，嗯、然后星期日处理琐事，嗯嗯，就都是一样的嘛，哦、对，嗯、没有变化，从周一到周日。 就是做着同样的事情，那如果这样的话，这样循环的话，那他会有娱乐的，会有会有玩的时间吗？几乎很难有休闲娱乐的时间，几乎没有没有休闲娱乐的时间。对了，就有一点点，就相当于几乎没有。那一那,那一般如果有时间的话，就是你会做什么休闲娱乐的事情？哎，要是我的话。 我可能就自己在家看个电影了。哦，这也算休闲娱乐、嗯。要不然就是我朋友找我出去吃个饭。啊哈。嗯，我可能就缠绕。当然了，我我可能要去买衣服。哈哈哈！嗯嗯。<laughs> 还有呢？还有的话、哦你。你们会去唱歌吗？对啊，我年轻那会儿唱歌还挺流行的，不过现在好像也不流行了吧？嗯、现在不都看抖音,音什么的吗？<laughs> 现在好像唱歌是老人现在都对啊，都看自己手机啦。 <laughs> 都，而且而且可以在手机上 K 歌啊！没错没错，对啊。嗯。虽然每天都会闪现辞职的念头，但吴梦颖还没有一次真正提出过。所以他每天他快乐还是不快乐？他不快乐。你怎么知道他不快乐呢？因为他每天都想着辞职，每天都想着不和他的工作说再见。嗯，每天他的脑袋里面。 脑袋里面有两个字：辞职，辞职 <laughs> 不干了辞，辞职，辞职，辞职。对，所以闪现每天脑子里都会闪现辞职的念头，但只是想一想，但是不可以做，因为不现实。他辞职以后怎么养活自己嘛？对，他也没有工作了。对呀、啊，他没有钱来交房租了、啊。对呀、啊，又不好意思给爸妈打电话要钱，对吗？对嗯。所以他有没有告诉过他的老板说我、嗯哦、不干了？ 我要走人，没有，嗯，但吴梦颖还没有一次，嗯，真正提出过，嗯，没有说出来，对，没有一次真正的说出来，他只是在他的脑子里面想一想，哎、只是自己想一想，嗯、过过瘾，<laughs> 对，对，你知道，有的时候我累的时候，我脑子里常常想说，哼，有一天等我有钱了。 等我找到更好的工作了，我就告诉我现在老板：“嘿，我不干了，再见。”就想想就觉得很爽，你知道吗？没错。可是从来没有真正的说出过，因为我还没有找到更好的工作。<laughs> 虽然每天都会闪现辞职的念头，但吴梦颖还没有一次真正提出过，甚至没有把对加班的不满表现出来。所以，他有没有让他的老板知道他不高兴？ 没有啊，他甚至没有把对加班的不满表现出来。嗯，所以他对加班，加班就是你要工作更多的时间嘛，就是星期六要工作，或者周一到周五要工作到很晚很晚，这个叫加班。对，那他对加班他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啊？不高兴，他不满呀、啊。对，对加班不满意义。对，嗯。 但是他的老板不知道是吗？他老板不知道，因为因为他没有表现出来哦。如果他表现出来是什么样子呢？他如果表现出来，老板就能看见哦。这个吴梦颖每天来这里工作都不开心哦，而且好像他常常和他的同事一起讨论辞职。嗯，对对对，嗯对。为什么他没有把对加班的不满表现出来？ 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他告诉他的老板他不满意，那他的老板就会对他说：“那你走吧，因为你走了，我们还可以找到别人来代替你，oh, 我们不怕找不到新人。<laughs> ”讨厌。对，所以因为那可能意味着他会失去这份工作，因为那可能什么着他会失去这份工作。意味，因为那可能意味着他会失去这份工作。 就是说，如果他说出来了，如果他表现出来了，他就没有这份工作了。对，就是如果他表现出来他的不满意，然后他就会失去这份工作。就是这两个事情是，前面的事情发生了，后面的事情就会发生。没错。嗯。你觉得在在别的国家会不会也是这样？就是如果你表现出对加班的不满。 对你工作的不满然，然后你可能就就意味着你会失去工作，对不对？我我倒觉得不会吧，要看什么工作。如果这个工作老板觉得只有你可以做，别人做不了，那如果你表现出不满了，老板会问你说：“哎，你怎么了？最近看你不太高兴，嗯、我怎么可以帮你解决你现在的不满意？”你知道吗？嗯嗯，所以我觉得要看，不一定。所以那意味，嗯、呃，举个例子。 比如说，嗯，比如说，如果一个男孩子一直给你发短信，总给你发短信，就意味着这个男孩子喜欢你，真的吗？对啊，如果他不喜欢你，哦、他为什么给你发短信啊？那如果一个女孩子一直给我发短信，意味着什么？那就意味着我欠他钱了，<laughs> <laughs> <laughs> 意味着她很寂寞吧？他想找个人聊天 <laughs> 啊？如果。 如果我的孩子一直哭，嗯，那意味着什么？那意味着你不是一个好爸爸。意味着他的肚子饿了。<laughs> 嗯、<laughs> 意味着你长得太吓人了，总让他哭。嗯嗯，哈哈哈！听故事学中文。嗯，所以他没有。哎、如果如果你一直说 <laughs> 听故事学中文意味着什么？ 我一直说听故事学中文，因为你常常在我们聊天的时候就说听故事学中文，那意味着什么？<laughs> 意味着我不知道说什么了。意味着你不太好意思。<laughs> 没错。<laughs> 嗯，他没有勇气对加班说不。对，因为那可能意味着他会失去这份工作。他没有勇气对加班说不。他不敢。他不敢。他不敢对老板说再见。 对对，对老板说不对，加班说不需要勇气，需要勇敢。所以如果你得先喝点酒，像毛不易一、啊、样，才 <laughs> 有勇气。<laughs> 对了，做什么事情需要勇气？做什么事情不需要勇气呢？比如说，你对一个女孩子说“哦，我喜欢你”，肯定需要勇气吧？然后你如果想对一个男孩子说“我喜欢你”，更需要勇气了。<laughs> <laughs> 对对对对，没错，我同意。嗯、啊，这你就没什么勇气。我是比较谦虚嘛。但你喝点酒就有勇气了。是吗？对。好，但是我现在不需要说了。嗯、我是觉得，嗯、呃，有的时候我在工作的地方就表达想法，你知道吗？就有的时候不太敢，就觉得，嗯，可能别人不在乎我的想法。但是你知道什么可以帮我吗？什么<吗>？咖啡可以帮我。有的时候我觉得喝点咖啡，我就我就敢做了，我就有勇气了。 听故事学中文，你在听吗？如果你在听的话，你就知道，下次你没有勇气的时候，你就喝点咖啡，说不定你就会有勇气了。<laughs> 我我这因为我是一个不常喝咖啡的人，嗯、所以我喝点咖啡，我我就胆子大一点，你知道吗？但是要是一个常喝咖啡的人，嗯、我觉得他喝咖啡应该也不好用了。<laughs> 找一个同样收入。 有心仪的工作并不容易，找一个同样收入又什么的工作并不容易。心仪的工作，找一个同样收入又心仪的工作并不容易。心仪喜欢的哦，oh, 就是你的心里面中意的，你心里面喜欢的，对，嗯。所以你以后除了说啊，我呃这个女孩子我很喜欢，你还可以说。 这是我心仪的女孩，对。<laughs> 所以这份工作啊、呃，他想找一个和这份工作赚一样钱的工作。没错，就是同,同时同样收入哦，同样收入就是赚赚的钱是一样的。嗯、但同时他又喜欢，对。所以这份工作其实他也没那么不喜欢，对不对？<laughs> 应该是这没那么烦。 没错，嗯,嗯，可能是因为他的同事还比较好，是吧？有可能。嗯、老板虽然讨厌，但也不是太差。对，嗯。所以找一个同样收入又心仪的工作，容易吗？并不容易，很难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嗯。然后怎么办呢？那裸辞可能就意味着失业。裸辞？ 什么意思、啊？裸就是裸体，就不穿衣服嘛，就是什么都不要了。哦，oh, 就是你还没有找到下一个工作，嗯、你就把现在的工作给辞了。对，叫裸辞。嗯，我来考考你啊，你说如果呃你没有准备好考试，然后你就去了，你叫怎么？嗯，什么都没有就去了，那叫裸考。 对裸考，那我再来考考你。嗯，你什么衣服都不穿睡觉，<laughs> 裸睡。<laughs> 对<了>，<laughs> 嗯，啊不是，<laughs> <laughs> 裸辞、裸考、裸睡，希望大家能记住这这三个词。裸辞可能就意味着失业。裸辞可能就意味着什么？失业。失业。失失去。没有了。对，没有了。 业,业就是就业，事业工作，事业工作<对>就是没工作了。对，嗯，裸辞可能就意味着失业。那裸考就可能意味着什么？裸考可能就意味着零分。零分。嗯。那裸睡可能就意味着睡得很香。对，睡得很舒服。嗯，好。第二天闹钟。 挣不醒你，没错，嗯、啊，你也不用去挤公交了，不用去上班了，你老板就直接说你别来了。所以裸睡可能就意味着裸辞，没错，嗯、啊，裸辞可能就意味着失业，那种焦虑和不安，比起加班更让人受不了。嗯，没有工作会让一个人感觉怎么样？很焦虑啊。 很焦虑，就是哎呀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没有工作怎么办？哎、怎么办？哎呀，很着急，很着急，<对>可是却没有一个办法，是不是？对，嗯。然后不安呢？不安就是焦虑嘛，就是你觉得不安全了、哎，坐着也不是，站着也不是，躺着也不是，怎么也不是，在家里面也不行，哎、<呀>出去觉得也不舒服，玩抖音也不行。 看电影也不行，看快手也不行，哎呀，干嘛都不行，就是心里面就是不舒服，叫不安。你觉得如果他裸辞的话，他有这么多的焦虑和不安，嗯他，他，哎呀，他能受得了吗？我最怕焦虑和不安了，我觉得就是心里有事儿让我焦虑，还不如让我加班呢。就加班起码你觉得踏实，你觉得。 手里有活干，然后干完了活，你觉得有成就感。但是你说你又没钱，然后又没有工作，然后又没有男朋友，这这这算什么呀？特别是在中国压力那么大，就让人会非常的焦虑，没错没错，没错非常的头疼，不知道非常的不安。你觉得在别的国家的年轻人也有这些焦虑吗？嗯，我觉得年轻人都有焦虑和不安吧，但是。 并不一定是加班带来的焦虑和不安，<对>应该有别的事情带来焦虑和不安。那你现在的工作有什么焦虑和不安的地方吗？有啊，就是我现在教的学生，他们年龄比较小吧，是初中生。初中生他比较有活力嘛，然后比较调皮，所以我的学生里面有有一些很调皮的。 然后这些学生让我上课的时候非常的焦虑和不安，比如说他们会走来走去的，然后他们就是他们不听嘛，然后呢，哎呀，想起这些学生我就很焦虑，很着急啊。对啊，然后你知道晚上睡觉做梦的时候也不踏实，然后做梦的时候常常会看到这些学生做噩梦，对，啊，就是我的焦虑和不安。你呢？那我会。 担心说，我能不能把我的工作做好啊？Wow, 然后你好高尚啊！没有啊，本来就是啊。你要想，那公司要挣到钱才行啊，是吧？嗯。那公司要挣不到钱，不就把我给炒了吗？那我就得辞职了。嗯，所以看来你在你们公司是做比较重要的一个角色。听 <laughs> 故事学中文，<laughs> 意味着你又尴尬了。哈哈哈，好，所以。 呃，找到一个同一样收入又心仪的工作，非常的难，对不对？并不容易。对，然后呢，如果就这样辞职呢，可能就没有工作了，对不对？就意味着失业。这样的话会有很多的焦虑和不安。嗯。那这种焦虑和不安和加班比起来呢？让人受不了。所以我宁愿加班，我也不愿意这种这种焦虑和不安，对不对？嗯。哎，你说起焦虑和不安，让我想起了一个习语，叫做。 热锅上的蚂蚁哦，蚂蚁的热在热锅上，对，你就想蚂蚁就跑来跑去，跑来跑去的，因为它非常的焦虑，非常不安。蚂蚁本来就喜欢跑来跑去的，如果把它们放在热的锅上，那跑得更快了。没错，<laughs> 很好的一个习语啊现。现在双休日和工作，我只能选一样。哎，现在双休日和工作，我只能选一样。 所以，如果他想工作的话呢，他只能是单休；想要双休日的话，就没有工作。哎，鱼和熊掌不可兼得，美好的事情不可能都拥有。但我觉得双休日也不是什么不可以有的事情吧？对呀、啊，我觉得感觉十年前双休日每个人不都有双休日吗？不是什么奢侈的事情，嗯、感觉现在好像。 是时代变了啊，哦、嗯，我觉得可能是中国这个阶段吧，就是很中国的阶段，就是年轻人都有很多焦虑。你看这个房子这么贵，嗯、对不对？嗯<对>、呃，交通这么拥挤，空气这么不好，嗯、然后还得加班，是吧？嗯。嗯 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压力，家庭的压力，比如你小孩子，嗯，上学的问题、嗯、是吧？你的父母老了，养老的问题，养老的问题，问题嗯、医疗的问题，对。所以我觉得，在中国目前就是一个比较焦虑和不安的一个社会吧。嗯，嗯你是一个焦虑和不安的年代，一个时代。嗯，我也是个很喜欢焦虑的人。嗯，嗯所以你的白头发越来越多了。 对呀、啊，我的头发越来越少，越来越白。但是听故事学中文，听得越多，学得越好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解读就解到这，解读到这里。感谢大家收听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您继续在 iTunes 上给我们写好评。欢迎您在 Facebook、Twitter 和 Instagram 上关注我们。对了，您还可以去 YouTube 找到我们，只要搜索我们的名字，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YouTube 频道。 呃，如果您觉得我们的 podcast 对您有帮助的话，也欢迎您在 Patreon 上支持和帮助我们。有了您的支持和帮助，我们才能飞得更高，才有钱买电脑、买设备、找人写这个叫什么 <laughs> 写故事文本，对吧？没错，我们的焦虑和不安会少一点点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只要只要大家喜欢，我们会一直做下去的。只要大家开心就好啦。对，好了<啦>，好<啦>感谢大家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再见。